爆吧第三期，这一期全员都很有参与感，都很不错，非常的精彩，有前几季的感觉了。成员们化身一票难求歌剧团，一开场就被郑恺给整笑了。恺哥唱魔笛唱出了鹅叫声，一旁的周深连连摆手不承认自己是郑恺的声乐指导。最后还是周深清唱了一首 Time to say goodbye， 高音惊艳全场。高音歌唱家周深，一般我都不唱歌，我也不会就是像郑恺先生带出这样的徒弟不像郑恺先生一样唱整部歌剧，我都是大家唱完了然后我去结个尾，我都只会唱一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 好的，对，我也是刚刚唱完过来的，表演一下吧给大家。好，Time to say goodbye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吴老师，吴老师，不要再挂我的名字了。吴老师，不要再挂。马上到你家，马上到你家。胜利摆上去，听得难受吗？听得我的脚都在里头都打转全了。不说周深和范丞丞的加盟给这一季的跑男增加了不少的看点，范丞丞整季都乱用脸，各种表情包到处乱飞，也增添了不小的笑点。特别是撕名牌的环节，周深和范丞丞根本停不下来，这俩是杠上了，一 v 二撕名牌大战一触即发，又发再发，两人反复变换身份，不断的从镜中人和人之间来回变换，最终变了十次。他们曾经是一对好兄弟，后来为了你快结束吧，深深上次的仇。你高兴得太早了。啊！给我还！帮我！我就是为了深深。你们俩现在谁能撕我？不是你，你还想来？你还想来？你没完了！怒火攻心了，我有点刚才。周深，周深，等会儿，你，走，小心小心。又来一对二，又来一对，又来。肢体的碰撞，我累了，来吧，我累了。深深和晨晨是陷入了什么撕名牌循环，根本停不下来啊，把这哥俩都累得不轻，两个活宝真是太可爱太好笑了。斜坡游戏中，沙溢先是为了躲避周深的攻击，一连四个漂移走出了一条沙路，结果刚找到一个可以把腰放上的柱子上来支撑身体的姿势，周深的攻击立马到来。只见沙哥前一秒还在展现自己婀娜多姿，下一秒就因为深深的进攻秒变痛苦面具。沙哥从婀娜多姿变痛苦面具只需要一个周深。周深真的是一个综艺小天才，有他的综艺都好治愈好搞笑，随时有梗。上一期的奔跑吧看了吗？周深真的是一个抛梗小能手，调侃张大大没有下颌线像数学题一样，还要画辅助线才能找到下颌线，风趣幽默，反应快，又能抛梗，又不会惹人不快，周星星真的是太适合上综艺了。白鹿说了拍右边脸不好看时，马上接着说大家选好角度，接下来他们猜就以一些奇奇怪怪的角度保持着交流，又憨又好笑。白鹿和周深放在一起，这画风也是奇奇怪怪的。之前和贾玲、杨迪一起搭档参加的《青春环游记二》时，也是笑点满满。一群人加上导演互相伤害，但是又家族感满满。和杨迪的波斯猫组合，和双胞胎笑点满满，模仿技能满格。我们的歌里和李克勤组成的情深深组合又搞笑又合拍，至今没能超越这对组合的存在。心动的 offer 里和撒贝宁相爱相杀，笑点满满，期待周深在奔跑吧里和所有的成员都能擦出火花。有人说这生命如长河，我们
是世间最寻常的颠簸，它不足以让我们受成掌握。小小的战斗力可以翻越几个秋，穿行同九州云雨吐纳灵气，听见山海卷中的风息，光源的指引穿越过海域送春季，虚拟流传至今的不朽传奇，万物盛放在我的眼底，谁谱出韵律将盎然升起，融入了四季。有人说这生命如长河，我们渡的风波是世间最寻常的颠簸，它不足以让我们受成掌握，却足以让我们难忘难舍。有人说这生命如长河，我们渡的风波是世间最寻常的颠簸，它不足以让我们受成掌握，却足以